欢迎来到淘沙尔 demo， 你名叫布莱克朗曼 ，Black， 哎呀，主角名叫 Black 可以，是一名摄影师，平日里与你的妻子啊，我没有妻子，林一起工作，你们两人都是调查记者，敢于冒险，深挖并揭露那些不为人知也无人愿意触碰的故事。你追踪了一个线索，有一宗表面上看起来很不可思议的谋杀，死者是一个孕妇，真名不详。调查把你带到深入亚利桑那沙漠几英里的地方，那里的瑞德干，那里的瑞德干，那里的选择。Here, let me try a version that can serve as an intro for the whole piece. Tell me when we're good. Okay, we're good. 2 weeks ago, a young woman was found wandering, barefoot, pregnant, and alone on a barren stretch of highway 100 miles from the nearest. Oh! The fuck! Did you see that? We lost the engine! Fuck! 字幕没有汉化。没事，他们刚才说这段话就是一开始我读那段话。再说了，谁他妈在乎剧情、啊？你们不都来看我被吓的吗？Lynn！ Lynn！ 喊了一嗓子老婆的名字，然后从山崖上滚了下来，眼镜还掉了。我现在是一张司令脸，两手架在键盘桌子上。OK， 动了，可以。哇，灵敏度超高，我得先上来调一下这个灵敏度才行。别震动，别一会儿我手柄给震了，吓死我呀！还是太快。哇，左撇子切换显示教学。Lin。这个 demo 怎么看都是一开始官方放出来那个演示，所以说如果是那个的话，真的你们想期待的东西绝对是看不到的。再调一下那个 demo 演示，我至少看过两遍了吧，也没什么能吓到我了，而且我现在耳机音量调的也不高，还好画面不错，目前我觉得完全不可怕。可能刚才我气的，刚才我这么大冷天的在那修电脑，修的我都出了一身汗的。按下空格，这些应该和以前没什么区别。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可怕的东西？你看，我就敢，以前我绝对不敢玩恐怖游戏到处乱逛，但是现在我敢。Hello, I'm lost and hurt. Hello, 我迷路了，也受伤了，但是里面并没有人。那走吧，按 Shift 奔跑。哎。这怎么感觉跟开放世界那种感觉似的？我不走正常路啊！你们听见没？你们听见没？可能你们没听见，但我听见了。哦，我有 DV。哪个是开夜视？这个是吗？哦，都忘了自己有 DV 这个事实了，我去。我灵敏度有点低。等会儿我先找电池。我觉得这边应该有电池。
先换电池，先换电池。但是灵敏鼠标灵敏度确实有点低，我用起来不太方便。我先看。Is anybody there？ 谁说话？是我说的吗？有谁在那儿吗？问的应该是我自己问的。哎，我发现这个 DV 左边有一个音量的这个。关门。哇，好大声！我去，关门声音太大了。电池。哪个键拿来着？就是左键。什么关你？哎，他这手从这儿应该是驱苍蝇呢，吓人一跳。并没有。那应。没事走。Who's？ 哇，这种声。不管，没事，我印象中，虽然我第二次看那个演示的时候并。Jesus。并没有仔细看，但我记得第一次看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吓人的地方，除了最后。应该没事。吓死我了，还有两个人趴在那儿吃东西呢，吃人的尸体呢，我还以为有什么老婆的叫声吗？我觉着我不该在这种地方犹豫越久越害怕，我就该直接一路冲锋冲刺的，只要别落下电池什么的就行。呀，别要没电了，等会说不定这里会有电池。这屋里电上灯，说实话蛮让人蛮安心的。接近，关门。哦，哎，电池！哎呀，亮上灯那样爽。夜视我就不一直开了，柜子吗？柜子，哇！但这个柜子你们看没窗户，这所以说外面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呢。我现在换电池还是不换？有两节，先换了吧，免得发生什么意外的情况。有些地方我记着哪有吓人的东西，所以说我决定不提醒你们，让你们被吓，然后我从那儿淡定的看着你们啊，吓死我了，看你们这种反应。哎，打开窗户。啊！我靠！哦，吓得我把 DV 拿下来了，刚才。哎，刚看右下角1080p 60帧。刚才我是怕你们，怕这游戏里不够恐怖吓不到你们，所以说我故意叫了一嗓子吓你们，增加这个恐怖效果。这里就不开夜视了。我靠，这还是开吧。这儿能。你们听，不是，我记着有开窗户会有一个乌鸦飞出来的地方，但没想到这么快。我是该走这边呢，还是该？哦，应该走这儿。那我先来这边看看。哦，锁住了。那没办法了，我靠！我觉得这种地方不开夜视比较好呢。按住 Ctrl 蹲，十字架。玩这游戏 logo， 这游戏那个
进常见到十字架的标志什么的。我靠！我要跑！我要跑！我他妈电池不够了。哦，这个地方我有印象，这个地方我有印象，先换电池。呀呗，我好像电池不够了，是最后一节了。哎，我又拿手去驱苍蝇了吗？我靠，你个智障哎！一粪坑的人，一粪坑的尸体。哎，小孩哎！之前看官方 demo 的时候，他压根没有放大过看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。但我知道肯定是尸体，但没想到都是小孩尸体啊！而且这个都是一个十字架的一个图案，我去！我靠！哎，我从这儿来的还是不是从这儿来的吧？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！啊，这口井。我知道会有什么东西出来，这个当时印象特别深刻，一看就知道要吓人的，吓得我太嫩了。这种地方，通风管，按，还能往后看，有个卵用，不会后面还会有人追过来吧？这一带，通风管应该是安全的地方，千万别告诉我这次能有人追过来。啊？什么？有人在求我说别让这一切发生。什么？什么情况？啊！我光顾专注听到声音了，我去！我不知道是 bug 还是什么鬼，刚才我一回头瞬间有一个影子从而过去了，我去，不会这一代还有瓦尔里德这种东西吧？笑声。但这个房间挺亮的，倒是完全不吓人。先找电池。我靠，不会还没啊？有。还有吗？我现在没电池了，别闹！没电池你让我玩个蛋？完，还真没有，就是一节电池了，相当于一节半吧。这种游戏该找南孚做个赞助。我靠，这边好像能出去呢。这边好像也能出去呢。我好慌，走里边。那看来是走这边了，就是那边的柜子能躲，说不定。好吧，并不能躲。目前来看，这游戏并不怎么吓人，并没有。你们看过《鬼关灯》那部电影吗？当时我看完了以后就特别怕关着灯的地方，出去上厕所我都要把所有灯都打开。推荐你们去看一下，我也忘了什么时候出的了，应该是今年吧。实际上这种电影就是看完以后当时害怕，然后隔天就忘了。啊！我靠！我靠！有个黑影，就是刚才那个黑影，这就是刚才那个黑影。不，我真的建议你们看，挺有意思的。看恐怖电影多有意思，就好像你们在看我的直播恐怖游戏一样，一个感觉的。
啊，这个八音盒是。哇，又没电了，亚飞，怎么办？先拿，先拿。按住，要高能，绝对要高能的。记不太清了，但绝对要高能，绝对会有的猛的抓住我，或者猛的蹦到我脸前来。等着，绝对放下音乐盒，一转脸的瞬间。啊！啊！啊！我靠！哎，有盾！我啊！我这个，我点，我点了一下左键，不想躲进来了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换电池，先换电池，先换电池。哇，刚才出了点汗，吓得我。稍微。我就说了，我就知道，有什么东西来追我了吗？会有什么东西来追我吗？我受伤了。话说是要转朝吗？哎，进去，进去，有光，有光。亚飞，没事吧？我都没看清儿。闪闪，回去，回去。哎，哎，这什么鬼？哎，什么鸟？我还想回刚那个屋呢，就哎。我从这儿来的，什么情况？你们看见没？我他妈又看见了！我怎么老是看这种不该看见的东西？电池，有电池吗？哥，求你给我个电池！完蛋，没电池，要出事儿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我靠，电池，完蛋完蛋完蛋，哇，这挺亮的啊，这个我有印象，应该没事儿。我靠，确实，这就是，这不是他老婆吧？ Fuck. 这一幕我也是印象特别深刻的，但不会有东西来攻击我。该走这儿了，什么？我靠，这个声音还在。我靠，这个声音。能跑吗？能跑吗？什么鬼？跑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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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我等会儿，往哪跑？往哪跑？对，哦，到不是玉米什么地？我靠！奔跑时间过长会让你疲劳，还加入这个设定了？大哥，别这样，还有体力限制，我跑个蛋，这怎么样还能逃生？逃个蛋？哎，停止，可以快速恢复。等会儿，恢复。是不是没人追上了？啊！没看见我吧？后面有脚步声！啊！我这跑了！我靠！他就在我脸前，就在我脸前！刚才这人就在我脸前！我靠！往哪儿跑？这一片毛的坑！哎！啊！我还有，还有！等会儿。哪边？我顺着光跑了。